欢迎咱上一个时间，同心来敬拜上帝，祈祷、读圣经、礼拜、信仰团体生活甲服侍，是一个基督徒以基督的心最深学习基督的款式五大基本的要求。要请你无论如何进入教会，因为只有教会会当满足基督徒五大基本的要求甲生活。先知这个预言的意思是上帝的代言人，意思是先知所讲的话就是上帝爱因讲的话，不是先知凭家己的意思或是人的欢喜来选择所要讲的话。所以做一个先知，必须爱有耶和华对我讲什么，我要讲伊，这款的基本原则甲认知。如果做一个先知失去了这种基本的原则，这个先知就变成假先知。用今仔日的用语来讲，就是神棍，因为伊已经唔是伫传达上帝爱伊讲的话，是伫讲家己的欢喜，或是家己所认为对的事。问题是，人所认为对的事，伫上帝来看，却无一定是对的。人所认为欢喜的，却不一定是上帝也看作欢喜的。另外，做一个真实的先知，一定会陷入在一种困难的情境的内面，就是伊必须对人民来讲出上帝的警告，或是当伊爱讲甲一般百姓无同款观点的话时，就有可能被百姓所弃杀，甚至遭受迫害。但是就算是安尼，真正的先知所要考虑的，将来不是家己，乃是顺服上帝对伊的呼召。其实不只是先知这个职分，就是基督徒的角色也拢同款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安尼劝勉提摩太讲。哥既然爱惦伫基督耶稣敬虔来过日的，的确受困着，就已经将信仰甲属世价值观三违背的情形描写到非常的深入。今仔日的这段经节，牧师要甲咱三甲来思考一个主题，我将这个主题定做上帝的疑问。耶利米八章十节到十三节，上帝安尼讲：因为因对第一世到第一大个，拢一味贪心；对先知到祭司，拢惊奸诈。因清清采采医治我的百姓的伤，讲平安啦，平安啦。其实无平安，因惊苦恶的事在见效嘛？无，因拢无见效，也未安眠。因为安尼，因要跋倒伫跋倒的人的中间，因受办的时要颠倒，这是耶和华讲的。耶和华讲，我要一尽灭因，葡萄树要无葡萄，无花果树要无无花果，叶也要枯干，我所给因的拢要无去。人一直抓做家己是万面的灵长来自夸。上帝的疑问是，如果人是万面的灵长，是超过一切受造物之以上，怎样受造物在因的时明白因的旨，为何人跌倒却不知影又爬起来，人滑去减不晓又滑倒回来吗？这样这个耶路撒冷的背逆，声势孤等背逆啊，因为何固执因的规则，不肯回头？社会常常用禽兽不如来形容一个人十分离谱的错误，丧心病狂犯罪的行为，特别是一错再错难以改变的罪行。但是认真来想，事实的状况却是用精神来形容一个不知通悔改认错的人，无疑问是侮辱了精神。
因为如果连前生拢在遵照上帝甲因定的自然律甲法则来行，当真做一个人，唔知悔改，未会听上帝伫每一个人心中所安排圣神的声，请问，敢唔是连比拼前生的资格拢无？真正愿上帝帮助咱，谦卑伫上帝面头前，深知咱的问题，明白咱需要回心转意，定睛、定意、对齐伫上帝的心中，当心来祈祷。特别愿知，我是你特别的创造，完美的所造。你予阮有完全的自由，这个自由甚至是拒绝你、违背你的自由，帮助阮明白，这款的创造实在有你特别的意思。你爱阮伫自由的意识的内面，决意来听你，对你来行，毋是出伫勉强，毋是出伫逼迫，却是阮真实的愿望甲决志，要将所有收看。恩典悄悄话的兄弟交在你的手中，你要透过这个节目，将你对我的心意表明出来，让我有通尊探的目标和方向。感谢你的同在，感谢你对我的疼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